十点会比较好一点。十点好像有时候拜五坐，都很少坐拜五坐。现在你是很了解吗？哎呦。丢掉。日本餐，谢谢李莲的邀请，真的很荣幸。好，你准备什么做啊？等一下你负责的。我怕来了。酒店呢？我怕来了。位于乌节路上的比较安静的这一段的哈，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段，因为我觉得走在路上比较没有什么负担跟压力。这个商场呢，就是 Palace Renaissance， 在它的 B1 哈底层一楼这边呢，有一间专门营业已经差不多一年的一间日本餐馆。我这里呢，如果往里头看的话，你会看到40%是日本走